姐，快叫三奶奶来救我呀！住手！我把我的一只耳朵割掉了。你们严探长呢？严探长公务在身，来不了了，派我们两个兄弟过来。开个价吧。2000个现大洋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关姐，2000个现大洋能买5条人命了，你们也太离谱了吧？光是人命的事吗？苏家的人要是知道了三太太安排人在黑云帮杀人，他那个当家人还怎么当啊？这不值2000块吗？你们严探长和我们三太太是有交情的，这样，咱们讲讲价，1000银元，你们看行不？三太太要是和我们严探长有交情，那她就自己来了，就不会派我们来了。你要是觉得这个价钱不合适，咱们就把这个人带走了。关姐，你救我呀！2000银元是吧？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好，我给你。别和大哥争，大哥一定要拿下他。我可以叫你明远，但你不能叫我子桃，我是你爹的五姨太，子桃不应该是你叫的。只愿留心不留花，当你看清这个世界的虚无，没有谁能越过时间的变化。他不是五姨太，你要是敢把他填紧，我也不活了。走过那时间流逝的年华，当你看清这苏家女人里面就是你最没有后台，腰包里最瘪了，你得找个靠山，没有靠山谁来帮你啊？苏家少爷，苏明宇，再怎么说你都是个女人。你的屋子现在太危险了，今天晚上睡我这儿了。明天早上醒来，你去哪儿我不管。你肯定不是五姨太，以你的聪明和才华，是不会嫁给苏老爷这样的人。就算是真的，现在苏老爷死了，你也不会心甘情愿的留在这苏家大院。要杀的话，你杀我，不要杀他。明远，越过世界的变化，叹红尘，我不后悔，为了你，我死而无憾。唏嘘啊，人生如梦蝶恋花，人生如梦。四太太，哟。严探长啊，严探长好。哎呀，四太太，你可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啊，您这是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刚刚歇了一天，这不又被叫回警察局了。那要不先进屋喝杯茶？不了不了，还有正事要忙呢。那也太不巧了，我正准备去您府上呢。啊，是吗？嗯。好啊，嘿，哎呀，难得四太太这么瞧得起我，我可是受宠若惊，受宠若惊啊。那你不去警察局了？不去了。
去你家。好啊。三太太，事儿都办好了。老莫那个人真是挺可怜的，死了还缺只耳朵。去，给他们家送点钱。听说他还有个老母亲和两个孩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快请进啊！哎呀，四太太光临寒舍，不胜荣幸啊！哎，请坐。你家挺冷清的啊。哎，冷清点不好吗？冷清多方便呐！哎，请坐，请坐啊。哎，喝茶，喝茶。尝尝这茶怎么样啊？严探长啊，我觉得你这人挺好的，别看你平时那么严肃，不过我刚开始见你的时候挺怕你的。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，都说挺怕我。哎，可我挺随和的呀，你说我冤不冤啊？他们吓唬孩子的时候都说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再哭严探长该来了。哎，我听的还不光是这个呢。啊，我听他们吓唬小孩都是，不许哭啊，再哭那个黑胡子严探长就过来抓你了。那些小孩就都被他们吓跑了。其实不然呐，你看我老严是不是挺随和的啊？也挺细腻，也挺温柔的，挺好的。三太太，她说她不是大户人家的。我问她，不是大户人家的，怎么又会弹琴、又识字、还会画画呢？她说她陪大户人家的小姐去上海读书，大户人家希望小姐学会弹琴、画画、写字，可小姐没学会，她倒都学会了。那你有没有问问，那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住什么地方？她爹是做什么的？她说小姐是宁波人，她爹是做大买卖的。你还问了什么呀？没了，我看他对我笑了，好像他知道什么似的，就没敢再问了。行了，我知道，你先回去吧。凡事要多留点神，一定要帮我打听到他的底细。是，三太太，那我走了。你说这个紫桃为什么要救大少爷呢？他呀，太聪明了。他知道只要他求情，我非把大少爷填了不可。可我也知道他不会求情，所以我才会这样做。去把明丽给我请过来，我要请他在这船上喝酒。哎，那个护国军的江参谋，你最近没见过他？哎，别跟我提他，我跟他可没有关系。真没关系还是假没关系啊？我怎么听说你跟他还有六爷一起贩烟土呢？这事儿还能瞒得过我？我还听说你被那小子给坑了，是不是？他把你的钱给骗跑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？在云台镇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吗？算了，不说，他就是一个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，把我的钱都给骗走了。哎，听说了，这叫骗财骗……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，这叫骗财又骗色。你也真是太可怜了，怎么遇上这种王八蛋呢？这还都不算，你说他把我的钱骗走了吧？现在那个六爷找我算账，跟我要钱。什么？六爷找你要钱？他找你要什么钱？他说那个是通过我认识的江参谋，他的钱被他骗走了，所以他让我来还那个钱。哎呀，你说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那明明是姓江的骗了他的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可不就是吗？这弄的什么事儿啊？又不是我骗的他的钱。你还真是够可怜的。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我现在是我们苏家最穷的一个了，我现在自己身上一点钱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，我上哪儿去给他还这个钱啊？可
不是嘛，其实你们苏家有好多事儿你不知道啊。我可是门清啊，在你们苏家你确实是最穷的了，你知道吗？二太太放在银号的钱就不下30000块大洋啊。真的？你才知道，老三比老二还有钱，他表面看不出来，对吧？他出手大方着呢。他们怎么那么多钱啊？从哪儿来的呀？你告诉我啊。你真想知道啊？算了吧，知道的多了以后对你没什么好处，你还是别问了。切，哼，你看看你，不说不说不说，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想知道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不过有件事情你得帮我分析分析。你说那个三太太她要把大少爷填井，她为什么要对大少爷发那么大火啊？这个你都看不出来？我看不出来啊。真的？你告诉我呗。好吧，我就告诉你。哎，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真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打我一巴掌，往我嘴里扔个甜枣啊？你呀，真是一点都不聪明，我还真能把你填井里去啊？不，那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玩我呢？你想玩死我？知不知道那天小爷我受了惊吓之后差点尿裤子，不是已经尿了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谁知道你那么胆小啊？你还笑你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三姨娘给你赔个不是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啊。我不喝。哎呀，行了，喝吧。哎，来。严探长，那六爷的事儿你能不能帮我呀？哎呀，四太太你可千万别哭啊，我看你一哭我这心都要碎了。不过你知道六爷那人不好说话呀。哎，好吧，我尽力帮你就是了啊。那谢谢您了，严探长。四太太，我都这么帮你了，你该如何感谢我呀？什么不要、啊？咱们还什么话都没说呢。什么都别说了，都这会儿了，说什么说呀？还，谁呀、啊？不好了，严探长出事了！什么事儿啊？谁干的这是？哎呀，老子的好事儿啊！你就这意思啊？对啊，我就这意思呀，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武姨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你救了他的命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他站那儿没说话也没动啊。对呀，那你救他的命干什么呀？我哪知道他是这种人呢？要不我说你实在呢？气死我了！好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哎，来来来，这个人太没良心了。他不是没良心，他呀，简直就是铁石心肠。什么铁石心肠？他就是一条毒蛇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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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贵你好厉害呀，你叠的青蛙蹦得好高啊！大贵手可巧了。
过年的时候他会做各种各样的灯笼呢。哦，还会做风筝、燕子、蜈蚣还有龙呢。真的吗，大贵？五姨太，您别听他瞎说，我哪会做那么多东西啊？你明明就会。大贵，你真的挺厉害的，会做饭，还会叠这么多好玩的小玩意儿。其实我觉得你和小福子挺般配的。五姨太，这话可说不得。呱呱，呱呱。怎么了？这要是被别人听到了，事情可就大了。怎么了？这么严肃？苏家家法有规定，下人们私下不准在一起，轻者刑罚，重者填井啊。还有这样的规定啊？站一边去！站一边！听见没有？往后！再往前我一枪毙了你，信不信？苏明丽，你配做人吗？啊！我怎么不配做人了？不配做人！我告诉你，子桃，不管怎么说，在黑云帮我救了你一命。三姨娘舔我脚的时候，你一句话不说，你不配做人。苏明丽，你太蠢了。我蠢？啊，对，我是蠢。我蠢就蠢在我相信你这条毒蛇。都别动，小福子待着。小福子，站住！你装什么活菩萨啊？你装什么慈悲心啊你？苏明丽，你实在是蠢得无药可救。你他妈，你敢骂我，你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？你要毙我，有种你开枪啊！开枪啊！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？信不信？苏明丽，你这条蠢驴！你在骂？你在骂？我就是骂你了，怎么了？有本事你开枪啊！你开呀！来呀！来呀！你以为我不敢是吧？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啊！我说你蠢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我怎么蠢了？知道我为什么不替你求情吗？为什么？我不替你求情，你才能活下来。我要是替你求情，你必死无疑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说明白点。我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26，怎么了？啊，26了，不小了，可以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说明白点啊？你呀，以后多用用你自己的脑子，少用那把破枪。你别以为自己成天拎着把破枪就了不起啊，成天到处呱呱呱呱呱呱的。哼，走，小福子，走，没事吧？不是，哎，谁让你们走的？什么意思？我26，长得老点，怎么了？什么你救了我呀？呱呱什么意思啊？严探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两个兄弟都是跟着我在黑云帮救过五姨太，现在被人害死了。三太太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谁害死的他们呀？谁害死的？你不知道？严探长，您可真会开玩笑啊！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好，他们跟着我在黑云帮救下了五姨太之后，却被人害死，所以说一定是因为这件事结下了仇，才为你们苏家殉的职。三太太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听严探长的口气，是要我们苏家出抚恤金了。哼，行啊，先别说这两个兄弟是不是为我们殉的职，光看他们这么年轻就丢了性命，抛下妻儿老小的，也是怪可怜的。刘管家在，去账房拿500块大洋，给严探长抚恤一下这两个兄弟。是，等一等，两条人命，就500块大洋。你打发叫花子的你，那就再加500块。不行。你要多少啊？至少2000块大洋。2000块大洋，你也太离谱了吧！离谱？哼，好，这两个人你看着收拾，我们走。等等，刘管家，去账房
拿钱。哼。舒服吗？嗯。宽姐，哎，真是见鬼了！你说那两具尸体是谁送到了严探长的院子里呢？咱们这个院子里头，肯定有人在暗中保护那个紫桃。是谁啊？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是肯定有人。那天发现老莫耳朵的时候，窗外有人偷听。今天早晨，那两个警察的尸体又莫名其妙地送到了严探长家的门口，肯定是在报复咱们对紫桃下黑手。是谁干的？大少爷？不像。二少爷？二少爷做不出这种事情。哎呀，到底是谁呢？看来这个武姨太是断不能留了，我都有点怕她了。你说这个三太太她怎么就那么大方呢？这个严探长说给2000银元就给2000，她出手也太大方了吧？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纳闷着呢，按说这三太太不该这么大方啊。可不就是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严探长可真够黑的，张口就要2000银元。2000呐！哎，四太太，那你说严探长能靠得住吗？哼，你说他能靠得住吗？他能靠得住个屁！这哪个男人能靠得住啊？严探长他就是个屁，他还不如江。我怎么又提江参谋？江参谋他就是个王八蛋，是个屁，是臭男人，他靠不住。哎，你说严探长吧，严探长这个人，你说也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，这张口还没办事呢，就要跟我上床。你说这上床的事儿，我能随便答应吗？这事儿还没答应给办呢，我才没那么傻呢。切，这个臭男人！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他也靠不住。哎呀，我给你好好讲讲这些男人。老爷这个男人啊，他也靠不住。你都不知道，原来娶我进门的时候，你没看到，老爷每天对我可好了，特别的宠我，每天都离不开我。可后来呢？你说他到了上海，娶了一房武姨太。6年都不回家，你说这男人靠得住靠不住？哟，谁惹你不高兴了？二太太，哎，来了啊！哎，彩凤啊，哎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去老五那儿看看有什么好点心，去拿过来。嗯，行。哎，谁惹你不高兴了？一副气冲冲的样子。我没有不高兴啊。嗯，是想那个小白脸了吧？谁想小白脸了？我想他死。那你干嘛一副跟谁过不去的样子啊？我气冲冲的样子跟他也没关系。干嘛？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在想这个三狐狸这几天到底在耍什么花招啊？哎，严探长要2000银元，眼睛不眨就都给了。我也正说呢，这里面肯定有鬼。哟，四妹，瞧你这么说，你好像知道什么。我不知道，他那2000元的事情我根本就不。那你还知道什么呀？嘴巴还挺严实的啊。好了，捂什么捂？我还不想问呢。怎么，你想走了？好吧，你就把你那些话都搁在你肚子里发财吧，我还不想听呢。哎，我，哎，二姐姐，二姐姐，
二姐姐，你听我说嘛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是不想跟你说，那是因为我不想惹事儿。严太长都跟我说了，他不让我告诉别人。那就别说，我不想听，不想听。哎，你别生气嘛，你别生气，要不我告诉你还不行啊？哎，别呀，我不想听，我也不想惹事儿，不要说了。哎，哎呀，二姐姐，你别跟着我。哎呀，二姐姐，你听我说嘛。干什么呀？二姐姐，你干什么呀？二姨娘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别动我东西。我没动，我就闻闻。闻也不可以。二姨娘。哎，别。你怎么在我这儿？不是，你看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在你这儿？咱是一家人嘛。二姨娘，你看四姨娘也在，我有件事儿让你们帮我分析一下。哎，老四，你杵在那儿干什么呀？哎，四姨娘，四姨娘，坐。二姨娘是这么回事啊，我去找那个小娘子了，我一去我就火了，我一拍桌子，我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救了你，你为什么不帮我说情？你猜她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说是他救了我。胡说，他怎么救你了？哎，别，他是这么说的啊，苏明丽，如果我替你求情的话，你必死无疑；我不替你求情，你才能活。你说这话有道理吗？没道理啊！你懂什么呀？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你，这话没道理。你懂？你懂什么道理啊？你说。哎，我当然懂了。二姨娘，哎，四姨娘，我求求你先别说话啊。二姨娘，你说，三狐狸想不想把你填井啊？想，他绝对想，他恨死你了。谁让你去警察局报信儿，把子韬给救回来了。所以在你填井的时候，武姨太如果给你求情，你必死无疑，活不了。三狐狸呢，也正好趁着这时机杀杀他子韬的威风，给点颜色看看。要是他不给你求情，就免你一死。这武姨太说的对呀，他没给你求情。你不就活了吗？是救了你啊！啊，二姨娘，你如果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有点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三狐狸想要把我填井，不是冲我苏明丽，是冲着武姨太。对，你说对了，你终于开窍了。他明知道武姨太不会给你求情，他这么做就是想让大伙看看，这个武姨太是多么心狠的人呐。这也太狠毒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哟，你也听明白了？哎，太不容易了。我傻呗。哎呀，行，别说了。这三狐狸也太坏了吧。他怎么这样？他想证明武姨太是一个狠毒的人，他拿我苏明丽来实验什么呀？这太坏了吧，这也。真没人能出这么一招。我还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马一刀的那封信啊，是假的，是他编出来的。你不是不说的吗？那你们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能不说吗？哎呀，快点说，谁告诉你的？这谁告诉他的？还不是严探长告诉他的呗。你傍着老严了？说什么呢你？你看，我都说我不说了吧，非让我说。那你看他都想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你这人不长记性。你刚才自己说的，什么是我让你说的？有没有病啊？好了，不说严探长的事儿了。你说这个三狐狸编这么一封假信，他想干什么呀？那能想干什么呀？坑咱们呗，让咱们拿钱去赎老爷。这钱拿去了，老爷没回来，跟他又没关系。到时候他会说呀，是马一刀骗咱们，三千两黄金啊，亏了没给他。给了他不都进了他腰包了？想得美。咱们没拿，所以他就故意派武姨太去探个虚实，然后雇了一些人在黑云帮把武姨太给干掉。妙啊，这是连环计呀、啊、你说这三狐狸多毒啊。何止是毒啊，他这是又狡猾又狠毒啊。哎，你们说死了的那两个警察跟他是不是也有关系啊？那没关系的话，那严探长跟他要了2000银元，2000你知道吧？他眼睛都不眨就直接给他了。给了2000银元，嗯，这事八成是他做的呀。你们说的这些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？那他什么意思啊？那即便让咱们知道武姨太这个人特别狠，有什么用啊？等等，
个我也没琢磨明白呢。哎，你这……你就说他非让咱们去恨武姨太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这三狐狸鬼心眼儿啊，真是不好琢磨，不好猜哟。有什么不好琢磨的，二姨娘？很明显，三狐狸让咱们知道武姨太是一个狠毒的人，咱们都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我们谁是眼睛里揉沙子的？我到时候会怎么对他？毙掉他！我拿枪去的，我差一点儿。就是不毙他，撵他走，大伙儿也不会说什么的呀。对对对对对，二姐姐，肯定是要撵他走的，对不对？撵他走？啊！这大少爷他也太狠了。这都是为了我，小福子，你记住了，以后不管他们谁冲着我来，你和大贵千万别往前冲，你们是下人，他们是不会在乎下人的。如果你们往前冲，就一定会吃大亏的。啊，那也不能就看着他那么拿枪比划您，我们不管啊。嗯，管也管不了，如果他真的要开枪，谁都拦不住。可是武姨太，你就不怕吗？谁不怕呀，人的命就一条，可万一真的有人要取走你的性命，怕也没有用，索性就不管了，想怎么样随便吧。有时候我想啊，死了倒利索，死了就没有了烦恼，就可以去另外一个世界，说不定啊，在那里会有真正的清静呢。难怪看着您像什么都不怕的样子。我怕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像冰一样的凉，什么感觉都没了，就只剩下了凉，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冰冷的。三太太，三太太，小福子，你脸怎么了？我……他摔了一跤，刚才我让他去假山上捉蝴蝶，不小心摔下来了。笨手笨脚的，捉蝴蝶能摔成这个样子？大贵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看见小福子摔了，我就把他给背回来了。背回来了，就赶紧出去吧，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哎，我这就走。小福子，你也出去吧。是。哎，你说咱要把这个武姨太撵走了，是好事吗？当然是好事了，撵就撵呗。武姨太啊，是苏家的克星。啊，不能让他走啊。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进了苏家的门就是苏家的人，死也是苏家的鬼。哎，你是舍不得让他走吧？就是，我就是不舍得让他走，怎么着？哎呀，没想到你的画画得这么好啊。三太太过奖了，我这是乱涂一气。这哪是乱涂一气呀，画得这么好。子堂，你可真不是一般的女子啊，琴棋书画你是样样精通。棋不通，琴和书画略通一点，我这也就是画着玩。像你这么有才华的女子，这苏家大院儿恐怕搁不下你吧。三太太，这是要撵我走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武姨太还真不能走。为什么？要是她走了，谁来对付三狐狸呀？你吗？我吗？还是她呀？我们谁都不是三狐狸的对手。想想是不是？那倒是，三狐狸太精。所以说呀，一旦武姨太走了，三狐狸腾出手就光剩下对付咱们了。嗯，对，是这个理儿。你真是太聪明了，我还没有说出来，你就已经猜到了。你真是厉害。
这是顺其自然的事儿。怎么讲？三太太，您曾说过，如果我不是五姨太，您也可以把我当成是五姨太。您告诉我老爷的特征和生活习惯，您的目的是为了赶紧把老爷和大太太的丧事办了，您好当上苏家的女主人。现在您的目的达到了，您又怕我继续待下去对你不利，所以您就派我去打听马一刀的虚实，好借此机会除掉我。可你没想到我活着回来，您很吃惊，怎么办呢？您就要把大少爷填井，如果我求情，您就真的把他填了，好让大家知道大少爷是为我紫桃而死的。如果我不求情，您这又是为了想让大家伙知道我紫桃是一个多么心狠的女人。到那个时候您再赶我走，那么一切理由就更充分了。紫桃，我撵你走是为你好，此话怎讲？那咱们要留他能留住吗？嗯，怕是留不住。不是想办法呀。紫桃，你这么年轻漂亮有才华，无论你是带着什么目的来苏家的，我都可以告诉你，你的目的是达不到的。这苏家的人都不好动，二太太、四太太、大少爷都不是等闲之辈，当然还有我。如果你继续待下去，这苏家大院就不得安宁，你的性命也得不到保障，你何不一走了之呢？留下这年轻的生命比什么不强啊。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足够让你花上几年的，日后你再找个如意郎君嫁了，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，不比在这危机四伏的苏家要好得多吗？你说我是不是为你着想啊？三太太说的都在理儿上，我也明白您是真心为我好，可是我走不了。为什么？苏家的人不会让我走的。谁？除了您。不可能。二太太，二太太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呀，慌里慌张的，什么事儿啊？三太太要您五姨太走啊。哎呦，你看还真让咱们猜到了。说什么来着？二姨娘活神仙啊。哎，她走了吗？还没呢，还在屋里说话呢。三太太，你要把大少爷填井，逼着我不能求情，无非是想让大家知道我紫桃是一个多么心狠的女人。但您错了，您的这出戏太容易被人看透，一旦被看透，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，心狠的不是我，是您。不，不是心狠，是狠。您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我想现在大家都在想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在苏家到底谁才是三太太您的对手。如果他们找不出这个人，就会找到我，让我来跟您对抗，所以他们是不会让我走的。那么你呢？你自己呢？我自己也不能走。为什么？三
三太太您这么聪明，您猜猜，这世上有些东西是可以猜到的，可有些东西是猜不到的。